我是 Jacky， 在越南西贡平荣公司主要负责国际贸易，也就是产品的销售及客户的服务，负责区域为台湾、大陆、香港、杜拜及美加澳地区。越南西贡平荣公司创立于2007年，越南属于东协十国之一，具有免关税的优势，以及看重越南处于快速发展中国家及强健的市场，因此选择越南胡志明市作为外销出口据点。公司主要生产品项为蒸类虾饺、油炸调理食品、解冻即食甜点等，目前已稳定供货给台湾、大陆、日本、东南亚及阿拉伯等海外客户。公司具备多项国际食品认证，例如 ISO 22000、 HACCP、 FDA、 哈拉等认证，可针对进口国需求提供检验报告。同时公司有专业研发团队，可针对客户需求提供客制化服务，完成调整的样品也会空运给客户试吃及确认。面临全球疫情，海外移动不便，有别于以往的出差拜访，我们加强了线上影音化服务，不论是在客户沟通、样品准备、生产检品、出货验收等，皆提供图片、影片，让客户不在现场也及时收到第一手资讯，进而提升视讯会议的精准度及效率。除了商品交流外，我们会针对客户通路给予专业建议，协助客户面对不同市场提供对应方案，例如规格、客单价、包装形态等，站在客户角度给予帮助，提供最好的服务品质给客户。